上上上，哦，直接上上，堵车堵车堵车，上上上上上，赶快上。高市刑大侦六队于日前获报，以蔡女为首置贩毒集团于大高雄地区贩卖二级毒品安非他命，经本大队与本局保安大队共组专案小组侦办，并报请高雄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。案经专案小组侦搜多日，那掌握蔡女置贩毒习性，那习惯于车上交易毒品，于112年11月3日凌晨0时43分于新兴区八德一路趁要头停车交易毒品之际，立即上前围捕，不料蔡嫌拒捕并冲撞警车及在场的员警，那严重危害我们员警的生命安全。基于情况急迫，遂行大胆使用枪械朝自小客车右前轮射击一枪，击破车轮，开枪制服，强力制服。那起初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 38.8 公克， K 盘一个，毒液包一包，手机两只，换毒所得50,000元等。那讯后啊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妨碍公务等罪嫌，移送台湾高雄地检署侦办。高雄市警方呼吁警方于执法未顾及现场民众及执行人员生命安全，在符合比例原则下，对于逮捕犯嫌，只要有拒捕、冲撞之行为，绝对展现强力执法决心及态度，绝不容许挑战公权力。